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六。我是 Yuna。大家，为什么？现在2点多。不是，是现在2点多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么晚拍这个影片呢？是因为今天我们去看了新海诚的新电影，叫做《君の名は》。对。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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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动，然后呢，就忍不住回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，真的优玛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明天再去看。明天再去看？嗯，对，我们决定就是明天再去看一次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就是2016年，现在8月28号。已经过了一半了，今年，看了很多部电影。那六呢要封这个《君の名は》为就是一番心に残った作品。本当にやばいよね、ユマド。本当に。やばい。真的就是，六呢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呢，一般都会买这个就是零食嘛，零食呢买零食，然后就是带进电影院里面吃。一般呢都是在上映之前就是有广告嘛，一般在广告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吃完了。这是自努力。不过我跟你讲，今天的这个 Kimi no Nawa， 我居然连零食都忘记吃完了。对，残ってるまだ。残ってた，就是而且哦，就是电影院不是很舒服嘛，可以这样做嘛。但是呢，我一整部电影都是。真的没有靠过哦，真的就是。不是动这个 Kimi no Nawa， 它不是动作片呢，所以 action じゃないけど，真的整部电影就让你没有时间休息，非常紧张，然后呢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。好了，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故事了，那你们想，もしかしてその story わかんないけど，故事呢就是讲说就是一个男一个女嘛，女的呢是住在很乡下的地方，男的呢就是住在东京。然后呢，他们因为某一些理由，这些东西不能说，这些理由不能说嘛，因为大家要看的。因为某一些理由呢，他们就在，他们就好像可以灵魂互换，就是男的睡醒过后，我怎么变成这个女的？然后他们就互相，过各自的生活，不是过各自，是过对方的生活。比如说一开始这个女的，这个男的变成这个女过后，他就一直在摸她的胸部，对，之类的。那一开始是这么开头的。然后呢，过后呢，这个我不能讲，就发生了一个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いっちゃいけないね。真的，就是我看了这个 Kimi no Nawa 的这个广告嘛，广告呢也是没有，广告也是讲到这里，就是这两个一男一女嘛，然后呢是不同层次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们能够就是互换灵魂，然后过对方的生活，就到这里。我知道的就到这里，然后呢继续看这个影片，就想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电影。去看过后呢，真的故事途中惊喜一大堆，我真的就是就是很，我哭了好多次。对，真的就是现在回想还有点重啊，非常すごい。但是呢，大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，记得认真看，因为故事还蛮讲的还蛮深的。现在我还要去查一下，到底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呢，要去深入研究，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部电影。对，看电影之后，我问六很多问题，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他说：“他们为什么这样？真的就是很多作者铺很多底。”然后呢，过后才知道，原来是这样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所以我们明天再去看。对，所以明天再去看一次，因为优玛他可能为了优玛半知半解，但是真的优玛那时候有呢。优玛也第一次跟我。而且よかったから、もう一回見に行く。我第一次听优玛讲，就是看完电影说还要看多一次。すごい。しかも最初は面白い、めっちゃ笑った。そう、一開始呢就是笑到不行、就是笑到就是ね、笑ったよね、声出して。そう、めっちゃ面白いところある。对，超好笑的，很多东西不能跟大家讲，很可惜，因为对啊，怕破坏大家的气氛。对，
也建议大家不要查太多，不要查太多。映画めっちゃ綺麗。那么映画綺麗呢？嗯，还有日本风。真的就是让我更爱日本。嗯，呢，すごいよ。我要去深朝圣。朝圣啊，对对，现在呢，我拍这个电影还有一个目的是要跟大家一起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电影的舞台，就是取景的地方是不是真的存在的？欸、好像有、欸，好像有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BTV。伊藤电影名字伊藤哦，出てきたよ。はいや。出てきた。伊藤森。伊藤森町，欸，出现了，就是ほら、聖地巡礼、はいや。你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呢？君の名は聖地巡礼，太快了吧！这个电影26号上映，昨天上映就有人去圣地巡礼了。在这个，哎，真的有哎，本当にある。みずはね，这个女主角みずは是住在这个这个城市叫做伊豆摩里马吉，而且在电影里面也是叫伊豆摩里马吉。諏訪湖なんだこれ。啊，諏訪湖なんだね。是在岐阜県。岐阜県。的一个田舎。岐阜県。嗯。めっちゃ遠いじゃん。方言もある。すげえ。何々やよ。ね、本当にあるのね。画像。これすごくない？これ。これが来れるのかな？え、すげえ。これすごいよね。すげえ。大家看到这个。じゃあこれも本当？あれ。在这个故事呢，女主角就是有做这个嘛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日文。口紙紙酒。口紙紙。口紙。口紙紙酒。口紙紙酒就是用自己的嘴巴口水。对，口水让这个米发酵做成这个酒的这个仪式。是真的一个日本的文化，就在这个地方。縄文時代以降。ね、すごいね。めちゃ前やん。すげえ。巫女の巫女によって、巫女さんだよだからやっぱり。うん、所以这个女的是巫女さん、巫女。え、すごいね。なんか日本の文化がよく入ってるね。嗯。然后呢，刚跟你讲就是男女互换灵魂，这个日文我们叫入れ替わり。嗯，哎，伊雷卡瓦迪，这里看到一个，就是有人讲这个《君の名は》是時間、場所、男女、時代を超える素敵な物語です。すごい，真的，这个可以说明一切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就是很推荐，所以我们拍这个影片特地，就是上传这样，就是把这份感动记录起来。本当にすごい素敵。明日また見に行きます。はい。我会把这个就是广告，不是广告，宣传片贴在这个影片的简介，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这个简介。ね。真的，本当に最後はびっくり。びっくり，就是所有的感情都用了，对，就是惊讶，什么恐怖也有一点点这样。就是哇，本当にすごいな。啊，そうね。途中怖かったね。途中ちょっと怖かったけどね。途中真的就是有恐怖到起这个鸡皮疙瘩。はい、こんな感じです。まあ見てください。まあ見てくださいね。じゃあ可能我们会去圣地巡礼，可能啊，又有点远，应该会去的，因为令我真的感动。好，就这样了，再跟大家说再见，拜拜，真的非常好看。2:40じゃあね、皆さん。バイバイ。映画を見終わった後、しばらく言葉を失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。映画を見終わった後、しばらく言葉を失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拜托订阅我们劣 TV。按这里，按这里。每天晚上9点看影片，还有这里有推荐影片的播放清单。劣 TV 的チャンネル登録ぜひぜひお願いします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